大家好，我叫王介江。现在我要说严重的中国。在我眼里，中国是一个在文化、节制等方面有具有多样性的国家。很多人说中国人很勤奋、很热情，所以我印象我成为一个勤奋、很热情的人。中国文化对我来说很新鲜，也很幼稚。事实上，很多国家都对中国建筑、舞蹈和语言印象深刻。中国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独特之处。虽然我想更多的去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，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了解，也让我和周围的人改变了对中国的不好的印象，知道了多彩灿烂的中国文化传统，有现代结合在一起的现代中国文明，这就是在我眼中的现代中国。谢谢大家。